新春已经到了，那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新年快乐。那我们在市场里面也看到每一位市民都为春年在做新年在做准备。那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，还开创新的机会。板桥区立委罗志镇亲保基层，几年来都会在过年前来到各个市场发春联、拜早年，祝贺大家金鸡年行大运，好运气不间断。板桥这一头有立委罗志镇跑菜市场，另外一头则是由立委吴秉睿也来到市场发春联，带来金鸡报喜好兆头。市场发春联是跟大家拜个年哦，然后给大家这个恭贺新喜啊，祝大家鸡年行大运。感谢大家的捧场，我们非常的诚心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新年快乐。过年前亲跑市场发春联与民众接触，看得出来两位立委罗志镇和吴秉睿受欢迎的好人气。在这样人气旺旺旺的氛围下，会不会让两个人规划新年新计划，朝向2018新北市百里侯更迈进一步？只要有机会为新北市民服务的话，任何人都会觉得非常骄傲跟荣誉。那我想我们也会努力来争取市民的认同。我相信要为更多的市民服务，应该是每个人共同的期待。我们要做好最好的准备了，然后跟大家沟通各方的意见，然后这个过完年之后再找适当的时机跟大家报告。同为民进党立委，一位是大学教授出身，一位是担任过多届立委，无论学经历，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旗鼓相当。未来若是宣布挑战民进党新北市长党内初选，都是一场令人关注的选战。中嘉新闻李嘉豪板桥报道。